本节目由赶走问题机的果本树玉果独家冠名播出。掌声有请非常完美男嘉宾入场。有颜值有腹肌，能下厨房能蹦迪，不扎不闹不心机，懂生活懂情调，懂得口红的色号，朋友圈有你合照，又暖又好又可靠，说的是不是你们？是，对。如果想找到这样的男生，就来我们非常完美。我那天晚上就是开着车，莫名的我的车里面的背景音乐就响起了这首歌，我在车里面痛哭流涕，然后一路就飞奔开着车回家，特别的难受。我觉得就是人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总得那个为世界留下一点什么，就代表我来过。我想起西方一个特别有名的政治家总结我们民族的特点，他说我们这个民族每当在危难之际都会站出一批非常坚强的人保护着这个民族，所以我觉得这个女嘉宾就是其中一个非常坚强的人。谢谢。3、2、1，哎，最后几个还不错啊，哎，最后这个球抽到了柳柳手中，这是命中注定还是君子有意，我就不知道了啊。有一个人，他说能改变我，我这个太浪漫了，就是谁在我旁边，我都会觉得很帅，但是除了你。这个那就是李星寒了，这话是跟李星寒说的吧？我觉得五哥你给我走。等一下，给自己花的，等一下，五哥你就得跟人走了啊！可以了，算了。对，你给大家带来快乐，我给你带来快乐。他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很真诚，然后我就觉得他很贴心也很暖心。还有，那我们可以再做一下刚刚那个打排球的动作吗？可以。好，你看这样子是排球，那这样呢就是排球功。可以成为你的王子。我喜欢你，我喜欢你。你以后不会再一个人了，因为可能你的身边会有我。我会带你把不熟悉的路走到熟悉。对，你给大家带来快乐，我给你带来快乐。本节目由赶走问题机的果本树玉果独家冠名。